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生词表三这一部分啊。好，Hamburger 是汉堡包，Chickenburger 就是鸡肉汉堡啊。这里面我们大家要跟我们之前所学过这个单词 Hamburger 要区分开。Hamburger 我们说是汉堡牛肉饼，而 Hamburger 是汉堡包。这里边有一张图片啊，这里有 Kudelburger 啊，就是黑汉堡。那么这是去年在日本这个上市的啊，非常时兴的黑汉堡，大概是一个套餐是790日元，一个单品是450日元啊，价格还不是很贵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来 pasta，这是意大利面条和意大利面食的总称，它可以特指意大利面，也可以指所有的意大利面食。好，但是有一个单词叫 spaghetti。Spaghetti 这个单词就不行了，它只能特指意大利的实心面啊。年轻人，尤其日本年轻人，现在吃这个意大利面食还是比较多的。往下来，下面 tayo 这个单词是多种多样、各式各样。这个单词其实只是一半儿，形二。它其实完整说法是 tashu tayo，就是多种汉语的多种多样啊。我们来看，中華料理は実に tashu tayo である。実に是真的是啊，就是中国菜真的是多种多样，这是所有的外国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以这个为自豪。好，下面調理する是烹饪调理啊，这是个他动词，魚を調理する就是烹饪鱼，这可以指我们说的那个什么水煮啊炸，也可以指什么呢？就是日式简单把它做成生鱼片，比如说一个鱼把它这个去了皮骨头，咱们各种这个调理啊，然后最后切成生鱼片，这种很简单。我们说并没有经过火，它也可以叫調理する啊。接下来，のせる这个词，它的基本它是个他动词，最基本的含义是放搁。比如说食器テーブルにのせる，就是把这个餐具放在桌子上。包括在那个日本的其他寿司顶上会放那个鸡蛋啊，鸡蛋丝儿，那么也可以叫のせる。但它有载和登载啊，比如说雑誌に。記事を載せる就是把这个报道登载到这个杂志上。好，接下来也是一个重点的副词，也是跟否定相呼应。決して一般都会写当用汉字，就是它绝对不啊，绝不的意思。我们一起来看个例句：あるはずがないものが見えたり、あるはずのものが見えなかったりすることがある。这个哈斯嘎奈是绝不可能、绝不会表示推测。十三课我们复习过，在初级42课学的。而哈兹是表示推测性的应该，就是说啊，应该没有的东西啊能够看到，而应该有的东西看不到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決して目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のではない，跟否定相，绝对不会是我们眼睛不正常了。いわゆる目の錯覚である。いわゆる是所谓的，我们之前说过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眼睛的视觉的错觉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生词表三，我们重点单词啊，除了那些吃的东西啊，重点单词就这么多，大家回去好好再消化一下。